横打嗰度。系啊，练下直摆横打啦。好啦，三分钟、嗯，好，开始计时。先正手对攻，近台。咁啊，再变落去咩咧？哦，两个移动步伐，即系慢动作。越跳越风骚添啊！系啊，加埋草裙即系跳裙舞都得啊！对啊，而家差唔多嘅咋，个啰柚咁零下零下啊！条条仔呢啲嘅瘦瘦仔咁啊，真几过瘾喎！就反手对推，反手攻球，啊，好夸张嘅一个动作。即是你身體腰腹做動作的時候咧，手上面保持到穩定咧，又比較翻翻轉頭，呢邊拉，嗰邊就防守。啊，哥哥就拉，防守嗰度就好優啊！呢個對目嗰個好漂亮，可以同觀眾打下招呼，俾啲掌聲。仲系喺度伤时间段喎，系啊，一个球，一个球未死喎，个球未啊，未打失喎，呢边放高球，嗰边就跳起上嚟打，越打越精彩啊！除咗打右边，仲可以打左边，做埋信用卡广告喎，放完高球，虽然做唔到侧手花。都有引佢埋嚟，跟住坐翻低，坐喺地下度，越近越远。我哋呢边啊，交叉边添啊，啱先个球，我调翻转又俾佢打。好，兜个侧旋，兜侧旋之后跳出篮板。球啦，由開始到依家為止，15秒嘅時間啦，都係連續性控制啊！對，非常之好。嗱，嗰度已經打咗幾個創意嘅球噶啦。呢個好似琴日打過嘅喎，啊，叫習慣打法咯。係啊，就係穩定性好高咯，又係。我再放側旋。好高台，系咪再嚟一次咧？系啊，再嚟一次啦！走走先啦，走走先啦，走前面差少少，啊，睇嚟翻要撇撇多減到兩斤肉先得喎，個波唔夠高，咁啊係，有小心到時間就快到啦嘛，得啦，點都得啦，熱得。最重要咧就係諗定佢嘅領導選手搶落嚟啦，都玩得好開心。咁開心嘅情況之下咧，裁判都評判都好開心打一份。我哋已經望到咧，雙方邊有兩位女將交頭接耳啦。咁啊，兩位大哥就好似天分好過我哋喎。好，睇下裁判嘅分數，9分、8分、8分，哇！有啲真係即係我哋話。一分就係完成球啊！係啊，裁判長啊，判你都俾咗成八分嘅高分，而家兩人之間俾出最高分。喂，咁你中中啊，大師出名就攞六分，兩個跑步啊，咁長一陣啊，繞住個球台。哇！咁啊，啲女仔都要埋入嚟一齊啦。啊，兩個女嘅走過嚟就叫擁抱，好嘢！哇，非常之開心。啊，呢啲係歐洲嘅風格啊。係啦，咁啊，我哋依家亦都覺得咁樣好開心。咁啊，除咗我坐埋張裁判席，我哋做裁判啦。入咗啦，大小唱份兄弟先。
個女仔仲喺度派嘢啦，派乒乓球啊，係啊，做數醫師，做數醫師啊，成日拍嘢咁樣。都係一行啦，當然係啊，雞同鴨嘅，計上觀眾席上面咧，咁多人嚟捧場，我覺得嘛。咁啊，分數啊，輸贏啊，其實真係唔緊要啦，最緊要真係大家玩得好開心啦。你睇到真係睇住邊個輸邊個贏，各自有各自嘅品嘅偶像，都可能會心驚肉跳喺度。咁但係唯定喺呢個咧係完全冇壓力，睇得非常之開心，亦都玩得好開心啊！所以嚟到差唔多九點鐘嘅呢個時間咧，呢場嘅元老嘅表演賽亦都係將現場嘅氣氛咧推到嚟高潮啦。對更加精彩賽事咧，稍後嘅時間會上演。咁啊，劉思文咧，對上馮天明嘅女單決賽咧，已經係即將係喺直播時段咧會同大家見面噶啦。呢邊嘅睇下球迷都好唔捨得佢哋喎，嚇揾佢簽名啊嘛，係咯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啲球迷玩得夠興咧，有時出嚟會同大家 echo 咁啊，嚟多次咁，可能佢哋又諗下，稍後咧就決賽之後再嚟多次都唔頂嘅。但我哋依家正待決賽嘅開始，稍後時間繼續為你送上現場直播。